好，我是立夏，今天先给大家推荐五种夏天适合在客厅养的开花植物。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红枣，如果养护得当的话，它一年四季都会开花，而且它是喜半阴的，可以长期放在客厅养。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金钗石斛，它开的花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它是喜欢这种半阴半阳的环境，所以适合摆放在客厅靠近阳台的地方来养。第三个要推荐的就是这个蝴蝶兰，它和这个金钗石斛一样，是喜这种半阴半阳的环境，而且它开的花会比这个金钗石斛还更漂亮。第四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一帆风顺，它的寓意很好，而且它是喜半阴的，所以很适合放在家里的客厅养。最后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君子兰，它是喜半阴的植物，它开花很漂亮，不开花也很漂亮，因为它的叶子又宽又长又绿，很有质感。